没有没有，疯狂的事情。我们别人没做过的吧？啊，对，就你觉得别人没做过就行。在座的应该没有。哎呦，有。演唱会求婚。哦，那这个有点天花板了。天花板啊，这个有点天花板了，这突破不了，因为人比较多啊。哎，这个因为之前一直都听许昕说，我想听一下姚燕说什么感觉。没感觉，没什么感觉。然后我也没哭，我就咧着嘴对他一顿笑。就当时你其实是有点懵了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当时就是他唱歌我是知道的，但是那个屏幕上突然放起我俩的照片，哎，我也没察觉到，我就哎，我的照片怎么在上面？哎，我还在欣赏呢。哎，一会儿他走下来了，其实走下来我还不知道要干嘛，你说我傻成啥样呢？然后他就跪下了嘛，我就知道要干嘛了呀。啊，但其实当时脑子是嗡的，是吧？对，我就嘿，好开心哦。这个很天花板的哦，嗯，这个别人不太会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求婚 的而且他那天唱歌唱的巨好，超常发挥。哎呀，就是偶像剧嘛，那个时候聚光灯只照你们俩呗，别人都没有了呗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感觉呗。行，这天花板了，这天花板。审美，审美。他上海20度的天，就前两天，嗯，非要戴毛线手套。搭配是吧？对呀，对，这真是搭配。很热呀，我一摸手心是全是汗。我说带它干嘛呀？那也得厚的，对对。硬啊！那第一天要去见什么人吗？可能是。那是我的 OOTD。也行也行，但爱穿啥穿啥吧。对呀对呀，男孩爱穿什么穿什么，别管那么多。帅。帅。腔调腔调腔调。每次家暴完之后都要跟我说要温柔对我，后面还是要家暴我。他说的有点过，但确实我每次对他发完火以后，我都跟他说，哦，老公，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子，我应该对你好一点，我下次要对你温柔一点。过了5分钟又不行了。我们下次坚持一个星期可以吗？坚持不了一点。三天先试试看24小时。说出一个独属于你们两人的特别的仪式感。我们有两个。第一个是你不可能同时两个人会一起洗漱嘛，所以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，只要我们两个有一个人先去洗漱了，我们就会把对方的那个牙膏挤好。哦，就是每一天，就从我们两个谈，就是2年期间，我们没有一天不是这么做的。就会觉得很甜。有的时候甚至是，比如说有一点点不开心，然后你看到那个牙膏挤好，你会觉得哦，他好像没有很生我气哦，这种。哦，对，这是个很好的。哎呀呀！啊啊！爆摔了！哎，你兄弟阵亡了！啊！陈荣被抓了！谁啊？谁啊？哇！哇！再不过3秒。哇！哇！抓到了，
全抓到了，全抓到了。阿豪，阿豪，你终于证明你自己了。可以，阿豪再见。没有，他们都太。太弱了，抬举我了，抬举我了。